欢迎收看《星光一起讲》。哎，我是代班呢，不用这么严格吧？那可以去哪了？我来了。一定要一个完美的。星光云让新闻 ，OK OK。欢迎收看《星光云让新闻》耶！果然是默契不佳，跟漂亮女生都默契不佳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哎、欸，我们俩第一次这样一起主持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其实还蛮期待的，因为就是前一阵子就知道说 Peter 哥今天不能来了，对，然后就知道说要找一个代班，嗯、所以我就提说，哎、欸，好像阿本不错，好像蛮正，因为我们两个算是先私底下认识，才一起在《饥饿游戏》有遇到啊什么的。对对，然后因为你实在私底下太好笑了啊，什么的。哎、欸，你要帮我澄清一下，因为大家都看到我平常三三八八的样子，我私底下是文青哎、欸，我私底下有吗？有那一面吧。你给我傻眼什么意思？是很贴心，但是又很好笑，哦、很有幽默感。对啊，我就平常走一个疯女人的路线。对啊，但今天因为有偶像团体来，所以我要稍微矜持一点。哎、欸，你是前辈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哎、欸，我以前是选秀节目出来的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棒棒糖，吼吼吼吼吼！好，这个很对，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那你以前在棒棒糖的时候有开过演唱会吗？有，那时候因为棒棒糖是六棒先出道，然后我后来才出道。哎，刚刚有个路人经过，是阿姨好，运动加油。什么意思？现在都讲很 free 啊，我们节目就很 free。OK， 因为内湖运动中心就是 everybody 都可以来的地方。那以前我是有上过那个小巨蛋，所以今天来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小小的指导。你是大前辈耶。大前辈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寄生那个棒棒糖。因为我们是二军，然后棒棒糖是一军。对。那二军毛地上次不是有来抱怨吗？对，他就说他为什么他不懂为什么他在公主帮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心碎耶。对啊。那时候组团的时候不是说很开心要一起打天下之类的吗？所以你是公主帮的帮主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是帮主，所以他在嫌弃我的时候，我看得有点难过。那今天来的团体是你非常期待的？真的，我超想加入他们的。你要不要先问问他们？特地去染这个粉红色的头发，应该有机会吧？那你先问问他们要不要？因为他们是原子少年出来的嘛。对。可是我要参加，因为年纪已经过了，所以如果有办，没有你就不用参加选秀，你现在直接加入就不会有年纪了。不用参加什么原子中年之类的。有吗？有这个节目吗？还是原子姑妈之类的？我就肯等下问他们看看，就是有没有机会以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加入他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欧豆。欢迎。好帅哦！天哪。Hello。青青，我跟你哥好好玩哦，太开心了吧？想要站在中间。不会，我站着也是很开心啊，因为可以一次看到全部的欧豆。那你可以先回家，没关系啊。等一下。离开画面，离开画面。好了，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，我是欧总的子祥，我是欧总的陈彦，我是欧总的嘉诚，我是欧总汉军，我是欧总祖安，我是欧总文婷，我是欧总阿管。欢迎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，自己加入，还在家里练习。我看很久哎，因为。他比的是对，他比的是对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肉，那你们一起，那你们一起喊一个，好，开心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肉 ，We are the champion， 等一下 ，We are legend， 对对，我觉得你喊这个欧肉的口号比喊让新闻还要好吧？当然啦，让新闻什么东西啊？欸、他们要办演唱会嘞，觉得他们非常厉害，因为去年在北流，然后今年呢就要攻上小巨蛋了，有没有非常期待？有，小巨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目标的存在，然后我们就是身上就是扛了蛮多的压力，就希望不要愧对于我们的粉丝跟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外加因为公司其实帮助我们很多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让这整个表演是大家看起来是觉得值回票价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目前来讲，我们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。我们除了跑步、练舞，然后我们，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演唱会之前，每个月都会发一个新作品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录音嘛，对。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有练乐器。乐器以外，他们还有那个特技的部分。那最近还有一个。那个新加入的训练就是我们要跑公司的楼梯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1到14。哦，那个楼梯是公司的，就是我有上网看到那个影片，就是你们在楼梯的影片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们自己这一次在演唱会上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设计吗？每个人自己。没错。solo 之类的。会有很多的跟以前北流的表演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去呈现。对，然后。
因为之前我们是有很多小组合，那这一次我们全重新打乱了，就让粉丝也猜不透我们在准备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一次不仅要筹备可能演出的内容，还要再重新的跟你这一次的伙伴搭上另外一个默契，去呈现一个新的表演。没错，对，最蛮难。那我想问一下前辈，就是之前在台上跟我小聚，大家可以给我们什么小小撇步？对对对，那时候都唱对嘴的。没错，那时候好险就对嘴了。你们是有真实力的。公主方的帮助，所以他是帮助的。对对，了解。我这边也其实真的，我这边有公主代表。没有性感教科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应该叫他熏熏哎。你为什么不是那种性感？真的，男生性感跟女生很性感是不一样。那你教他教他两个性感帅气的口哨。就是、女生的话就比较我不太会，还是解药水。女生的话折音比较会啊，来一个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呢？不会，因为你们刚刚有讲，因为你们开始学习彼此厉害的地方，所以新的性感教科书、性感百科全书是折翼。没错没错，完全完全不对，还要学习。所以你会在小巨蛋表演你的？刚那一套吗？完全不会。就折翼，那以为他要 rap 就在后面跳。可能拿掉不可能。那一段可以跟我 cross over。那一段我可以上。前面嘉宾。奇妙哎！哦，一个男子偶像团体。可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有任务的，随便挑哪个地方来，因为内湖运动中心真的非常厉害。因为你们要攻上小巨蛋嘛，那就要先攻顶。这边就有一个台北市最高的攀岩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边是台北市内湖运动中心。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啊，就是真的这个攀岩场是大家可以来的，因为它有国家级的教练，而且是成人，你可以上初阶课程到高阶课程，小朋友国中到高中也都可以来这里上课。而且除了攀岩之外，它还有一个抱石场，就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它攀岩场是在户外，但是有遮雨棚，所以大家就是不管天气怎么样都是可以来玩。没错，所以今天就要训练你们，因为一个团体里面最怕就是不合。你看像棒棒好像就解散了嘛。就是不好意思接话，不好意思接话。你不是知道一些内幕吗？因为上次毛弟讲了一些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还是感情很好啦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一起上台，就要训练默契啦，训练体力。所以今天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用心帮你安排很多挑战。你们有攀岩过吗？我是 OK 啦，但是我有一点，我们团有几个人很怕高，好几个人怕高，对，所以要自首，自首，自首，别怕高。好，那就安排你们要跑谁？这个发展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在隐藏，你是怕高吗？好，我也怕高。因为今天就是要挑战自我啊，所以这今天这三位我们就安排到最高的地方。好哎，直接上，直接挑战，直接上，直接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文婷跟祖安的表情不是很好，因为祖安本来就很白了，听完之后整个更白了。因为刚刚进去有稍微看到那个暴食的地方，我看他就是有点心神不宁。没有问题，没有信心，今天有点活力。没有问题，加油加油！为了这8月3号的 World Top 演唱会，要好好的测训一下啦。好了，没有问题。攀个岩，好，我们就马上去第一个关卡，出发。好，跳，要跳一下吗？要原地跳一下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就直接跳。那你 Q 你 Q。好，那个我们要进行下一关的游戏，1、2、3，跳。哇，嘿，这个时候还哇，演到底了，我觉得还在闹市场。你们不是青春偶像吗？他太可爱了吧！我以为青春偶像都要哭哭了，这样他才给我嘿。那第二位装硬摔吗？很可爱，很厉害啊！都会，摔到门口，不是，我好像回家了，喂，不要再装硬了，不行。冷静一点，我们要维持偶像的那个形象。对啊，来到暴食场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一关，但进行第一关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分组。嗯，好，你们有6个人嘛？是，你们就是2-2一组。对，好。然后我们让刚刚有3个怕高的来选，所以怕高的朋友请到这边，这边嘉诚跟冠军欢迎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你们三个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2-2一组，然后会进行3个关卡嘛，那3个关卡是不换队友。对，好。所以。你们三
个先排，这很重要的。很认真选哦，因为你们选到的队友如果可以帮助你的话，等一下你就可以躲开那个最高的地方。好，全台北是最高的攀岩场，等一下我们要到上面去哦。没有问题，因为如果等一下输的，就表示你们还没有准备好攻上小巨蛋，所以我们节目就是要帮助你，直接帮助你物理上的攻上。物理啊，对，物理上的输了就不够资格站到小巨蛋。哇！哎、欸，是要拼哦，要拼哦！哎，输的直接我就会加进去了哦。四个人被踢掉，海报我直接换哦，放到下播直接弄。对呀，换头，直接换头，会被我取代哦，有直播吗？有直播吗？所以今天要加油，好好慎选你们队友。那你们三个先猜拳，看谁先选。幸好不是跟你们一起。Hello， 剪刀石头布。可是我要先讲，剪刀石头布，稍微看。Yes。是有关于颜色，对对对。那第一关呢？我相信第一关的队友绝对不要跟文婷比什么。啊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点小色弱。哦。所以今天本来分不清颜色，不要上下缺陷。你等下赢你就选他。不要啦，现在像我这输了。但我知道你是什么颜色，你是黑色。哦哇！变好黑了是吗？而且你怎么样？不是二 B 哦，四 B。那我上这么黑哦，上还会看不到人，所以跟我变换一下。不会不会，你要有自信，你要攻小巨蛋的人。OK 的，继续我们继续，换我们两个人决斗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我先选。好，我先选。你先选，我先选。谁加成是第二冠军？好。哦，你先选他。我觉得黄金双，那我第一关一定派文婷。完蛋了。好，换他来选。我选。哎，我先给你保证。我们先自介是吧？对，自我介绍。我是靠智慧玩游戏的。哦，是吗？所以言下之意是我们子祥。他靠。没有。他靠技术。靠技术。他这张嘴，他很会去怎么讲？那个谄媚那个关主啊等等。哦。这些关卡谄媚没有用。哦，因为是跟石头讲话，是不是？对。那真的危险了，那没有用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原住民靠体力。哦，对，哎，谄媚是有用的，因为等一下最后一个积分赛啊，就是会有一个评比。哦，那评比呢，就是我们大家。没错，所有人会帮你们做一个评比。对，靠嘴还是蛮需要。哎，我嘴很甜。我不信，我试试看。我选择遮掩，因为他看起来精力旺盛，然后而且他是我们团里面很像怒怒的一个人。哦，脑筋急转弯里面像的，真的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觉得他体力一定非常好。好，那就嘉诚跟泽英对，好，那你我们团长跟那个子祥一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分好第一关呢，要来考验就协调，因为在舞台上真的要协调性很好，不能走错位置，走错位置就尴尬了。没错，所以就是而且反应要很快。没错，所以第一关呢就是我们的手眼协调。好的，现在有没有看到地上摆好了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每一队派一个人，没错。然后根据我们刚刚地下制作人嘉诚的一个建议是，每一队派出来之后呢，要做一个自己的动作，气派的出场。对，气派的出场，节目组会帮你做一个特效，对，帮大家做一个大头。对对对，然后三组各派一个出场之后呢，我跟圈圈轮流出题。我们如果说黄字，就是你要选到文字是黄色的。OK， 黄色的字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那如果我们说黄色，那就是要选到黄色的，这个颜色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就正确。你有前途，来，看谁先抢到。好，没问题。第一组你们要先派谁？我这边呢，就是直接派我的最强代表文婷。不要啊！不行啊！我同意你的没有？不行啊！不是要射我吗？文婷，那个选颜色跟爬高只能选一个，一定要玩到一个。对啊。等一下爬高，爬高，我等一下要爬高，这个我会输啦。等一下要爬高，算了，我相信你，不会不会，挑战自我。好，那你要对着镜头做一个你自己的出场动作。好，来一号选手黄文婷 ，Go， 来自台北市的黄文婷小朋友。好，好了，来了，胜券在握了。好，换下一组，你要派谁？要我吗？不是要我，好好好，我子祥来。哎，嘉诚帮我们 Q 一下第二位选手，这是来自花莲市的周子祥小朋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哀人啊，你是哀人，是哀人，难怪哀人，就一个一。好，换你了。
好，你们这一组是谁？我们这组还没有决定。哎，有的杠子有点太折颜，他文不好。下一个游戏是有高度的吗？对，你会怕高吗？我不怕，你怕吗？下一个就有高度，我跟你问一下。你怕对不对？那我帮你处理这个，要吗？还是想挑战这个？我挑战这个。哎呦，哦，好，那你帮他 Q 一下。那没有，他自己 Q 他自己 Q。哎，你好懂他哦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好了，这样舞台空间够好。哎，先拿一集，拿一集。对，要拿一集就这一集了。三集都会拍你啦 ，OK 的。你到底？我们欢迎来自新北市的林嘉诚小朋友。哎，他是不是昨天在家练习很久？他练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对，还改动作，还说这样好像不是很顺。还自己心里有专业，还自己雕动作，对，专业人也清楚。好，准备喽，那你们先转背面，等下转过来再那个。好，再拿弄乱一点。OK， 然后有些人把它盖起来嘛，盖起来，增加一点难度，增加一点难度。好 ，OK， 完了，我替你小功夫了。攻，喝酒喝酒攻，攻，我摸一下这样子，有吗？没有。啊，来，准备哦，准备哦。我们说，我会先说完题目，然后三二一就转身开始抢，然后注意安全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先出题。好，第一题是纸字。谁？哎，新北市三二一 ，Go！ 紫色的字，这样确定的拿起来，确定拿起来，紫字，哦，哇塞，哎，厉害耶！结束了，是彩吧？紫，哎，你掌握到你那一分了，因为跟颜色无关。谢谢。好，来，那张给我们，嘉诚，恭喜你，你刚比这个二叔。是个小狐狸。有人要换人吗？不换，玩到底。好，第二题由我们群群出，三二一再转身哦，来。第二题是粉色。好，三二一 ，Go！ 我讲，我讲，哇塞，哇塞，我真的很认真，哇，你太厉害了，我真的有啊，哎，你是手眼协调 MVP 哎，这两题。比较可以判别，厉害哦！还是你可以当团长才对。没有，他想当团长，好厉害哦！难道我加油？难道我才真的示弱？最后一次机会喽！其他两队要花莲的小朋友，来我的再次成功了！制作人加油！制作人加油！不要想着输给文婷啊！这算第一笔，全部盖起来，全部盖起来吗？再玩三题，再玩三题，好，全部盖起来。但他们太久了，可以把它盖起来。他叠在一起，他怎么翻啊？就是叠在一起，他不会强的这样子。还有三次机会哦，最后就不用登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绿字哦，文字哦，绿字，三二一。好难哦！所以至少是要我们都是现在来，特难进，特难进！哇哇哇 ！MVP， 好厉害 ！MVP， 哎，节目好难看哦！好强哦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好强哦！我知道，因为他是武术达人，所以手眼协调很快，哇塞！速度，这个游戏都没有那个冲突，好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换人？输一次可能是情有可原，输三次就是不擅长。说得好，来，不要紧张，好玩就好。文婷是不是可以全部拿下这些分数呢？好哎，他们两个比较力量派，我力量派受伤。哦，好。所以给他是可以允许推人的，这个面壁。对，等下他们两个还没有拍，他们出场。制作人帮 Q 一下，先帮我们第一位哲言。好，欢迎来自台北市的李哲言小朋友。好凶哦！好凶哦！他有个说话叫绿色字，他有个说话叫怒。怒。好，换人。好，对。欢迎啊！欢迎来自台北市的周祖安小朋友。周祖安 ，You can see me， 你有看到？You can see me。
听到什么？我没跟上哎，这是什么年轻人的梗？等一下跟我解释一下，不然我没有办法来主持人。嘉许，我说什么什么？这样什么意思？这个摔跤选手的出场经验哦，摔跤选手，难怪我没看过，我看时装秀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准备喽，那你来出题。好，题目是蓝字。蓝字，哎，这个一样，这个蓝色的字，蓝色的字，我真的看不到你啊！三二一 ，Go！ 蓝字，蓝字，文鼎会不会再得一分呢？还是新上场的格言跟祖安，祖安有没有办法保护住他团长的面子呢？好紧张啊！有文鼎，对对对，蓝色的字，蓝色的字，蓝字。文字哦，是篮球的篮，那篮字啊，篮球的篮球，那个蓝，蓝色的字，超酷的，对。哦，我以前学都是这个，这个是竹篮的，蓝色，没有，没事，篮球。你们的国校老师要败掉了，老师要秃了，我也不敢恢复，很难哎，他跑不到，很难。刚谁说要盖起来了？好，最后一个机会了，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哎，现在哪一组是共估的？现在是这个哲言组，哲言加成组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完蛋了！最后一个机会了，最后一哲言加油，还是我公布？好，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？那个群，我们这前辈啊，比较快心一点，我们讨论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要先去二楼想一下。我们出这一题就是橘字，橘字不是橘色哦，是橘色的橘的这个文字。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眼里面都混淆的。哎，挂上号。哎，整把整把拿起来翻，整把拿起来翻。哪一个？抱歉。哇！强哎、欸！我家色弱是装的。哎，对耶，欺骗社会大众哦。橘子啊！哎，你们组团组这么久，原来他是骗你们的哎。没有，你觉得你以前练的是武术吗？是武术吗？很厉害啊！是色彩学的，色彩学超强的，色彩学。回到原本的队伍组合。好耶！看看，被碾杀哦，被碾杀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地下制作人这组零分。零分。好，接下来团长这组一分。耶！接下来我们的文婷这组独得四分，哇，超强的！哎，你们等一下就是躺着过关啦，我俩要故意输啊！我跟你们是演员，我想扮演对不对？想扮演对，故意输，想要拍演，危险，一起拍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关，所以还是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好，好，加油！第二关，哎，要跳一下吗？制作人现在，他现在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跳一下，我们要前往下一关。一二三，跳！好，是哪里？同一个地方吗？制作人，同一个地方，同样的位置，现在也是同一个地方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进行的脚踏车比赛。脚踏车？不是夹过腿力的？没有，因为而且不好意思，不是脚踏车，是夹大腿。夹大腿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想的名字跟制作人想的名字都没有我们制作人想的好，所以请我们制作人帮我们公布一下，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名字叫什么？那个夹爆小巨蛋。哇，很有气势。所以我也想要听你们刚刚想的那个名字。我们刚刚讲到，我们刚刚讲说是不能播的，对啊，我们现在是偶像时间哦，那个先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所以反正就这一关呢，就是跟我们嘉诚制作人想的一样，就是夹爆小巨蛋，因为跳舞腿力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舞蹈担当，没错，腿力要是最强的，哇，腿真的是很难训练的。所以应该是你是会最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刚刚试了一下，超难的。那你们三位先猜拳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种子选手，种子，那你先，你最想玩对不对？我腿不太舒服。没有没有，他等一下还是要玩，那是决赛的时候要玩，所以两位请先上桌。你娇羞什么？来了，冠军跟主安。那你们有决定谁要？对，谁要猜拳？谁要猜拳？猜拳？猜拳？你的决定先，对，你的决定。对，你刚有试过，还没试过。不管，我不来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彩排。石头布，你要先看好选手。他说弓是开，弓是开，手是夹。开比较简单，不要讲废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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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，那我
开，好，你要开日，好，来了，老铁，他开比较难，刚刚还在讨论，刚刚讨论没听到，没听到，对，在干嘛？没事，没错，范军。加油！啊，没事啊，反正我这边输了，其实应该也不会怕的。你刚刚已经赢太多盘了，我赢太多了。冠军，我是想要爬吗？我好想爬，但是我的脚不可能的。好想爬而已。比赛前，比赛前先稍微互相到胜利的宣言说一下，这样。我知道你年纪比较大，但是我还是会让一下你。哇！我怎么敬老尊贤啊？子安，子安，我怕你那么瘦，等下被我弄断了。耶！看了，好，来来来，准备准备准备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刚刚制作人说那个是幻君还没有拍，没有拍中。对耶，幻君，制作人还没，那个幻君还没拍。主持人也要，还有两位主持人也要。不要，丢脸。选手先来介绍我们的幻君的洞洞。好，欢迎来自新北市的林幻君小朋友。他是暗属性，好可爱，暗属性，暗属性，哎，暗属性就偏没礼貌了。黑暗属，他是什么黑模式？对对对，没有，还没结束，还有，换你们了，我们两个也要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一起好了，台南跟台中，那我们要转身。台南，台南，欢迎来自。台南的圈圈跟来自台中的阿本，刚刚第一看得到，搭配自己的搅拌机，我不主持了，谢谢。太丢脸，太丢脸，我已经拍了。你妈呀，这什么老派的姿势啊？好啦，你们要开始那个好好的展现你们的腿力了。好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幻君。好，哎，如果幻君输了以后，他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团的舞蹈担当了？没错，是这么讲的吗？既然是舞蹈担当，腿应该轻轻松松的，对不对？他看起来蓄势待发，你怎么能坐到前面去？我还是去攀岩好了。哎，你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哇！你敢换人？哇！要开到什么程度啊？你要开到它明显它打开，我准备开到这个晚上七点了。然后如果你的腿被那个幻君合起来的话，就算输了。如果你膝盖碰到膝盖，就算输了。加油！哇，很强哎！你麻合不起来，很强哎！因为他虽然是哀人，可我刚听到他怒吼，就我是团长。他表面还是偶像，没错，内心很强哎，怒吼哎！对啊，他的腿像螃蟹，而且他刚刚整个是这样子。好，冠军被淘汰，请下来。子安继续留着。很强哎，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但是接啊，换个风手。哦哦，但是接下来是难关哦。晦气，晦气。所以我们的战术是，你要突然给他来一下，来一下，突然就是巴掌还是之类的，不能动手啊，是脚啊，之类的，所以。那先剪刀手布吗？我们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开谁合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切！哦，转眼选。肌肉那么大，应该要开吧？哎，哪一个比较简单？我觉得刚刚跟我们预测都不一样，因为他脚会后边一点点，你会拉伤。那我开。好，折眼要开。所以我只要打开，然后撑五秒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旁边那个，那如果他一开始是没打开，我五秒就赢。对，如果你撑他都没有打开，然后你撑过五秒的话，就算。对他现在一开始，他前面要先把它闭起来。对。对，好来哦。那如果我撑到七秒怎么办？就团长干，那我的头干不干？团长，不是我的头干不干？大家很好换的，什么意思？七秒，没有，你看一下，他们刚外差一个东西，他们外差，如果他撑超过七秒的话，要切一下，主安要露额头，主安露额头，哇，这是他的死穴是不是？他的死穴没有把握露过，哦，那都快露。哎，他有答应吗？好了，就接受吗？接受这个挑战。那如果好，那如果你撑超过七秒，那煮完就要露额头再拍那个丢脸的动作。哦，好好好，玩到80的感觉。那我七秒的话怎么办？你七秒，
你应该能，你年纪这么大。那你要那个，那你要帮他想一个，你团员帮他想一个，什么是哲言最在意的？对，墨个酸，是什么？我很女的，墨个墨个很女的那种墨个酸。对，但是我不是很会。好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外差有外差哦。你还没出力啊，大哥。好，三二一。哦，看一点点，夹进去，我要看夹进去，哲言加油，哲言加油，哲言，打开了，打开，开了开了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再来了，加油，哇，很香哎，拼了哎。你是多不想莫个摔啊？为什么不能莫个摔？他这个脸涨红，他刚真的变怒怒本人了。怒怒是他演的，没错。他真的脸变红，像开脸就算是。对，下面铁蛋。恭喜我们第二关卡是哲言获胜。那你们外差的部分，外差什么？来，来，自己把耳朵先开的。祖安，祖安，好了，开的程度你自己决定就好，可以小小开就好，小小开就好，就整个手往上，就是要这样子。来来，我们吵架，我们吵架，有人打光吗？太亮了，太亮了吧，太亮吗？你还要，他不是要拍那个动作？对啊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子好。来，请我们制作人欢迎我们新的小朋友进场。欢迎祖安小朋友，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，他是祖美。哦，祖美，祖美，人设人设，来，重来重来。好，让我们欢迎周祖美小朋友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。好可爱哦。生气，生气。这个我有经验，就是会被截图，会变成某个洞洞一样。对，而且会一直流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比数。对，所以现在追平哦，而且最后一关有机会反败为胜哦。哦。所以最后一关好好加油，来，我们制作人，没错。然后，帮我们 Q 一下我们的第三关卡。这个我们现在要马上进行下一关的部分。等一下，制作你是不是累了？他给我突然说，你是不是双子座的？对，因为双子座很快就腻了，他已经腻这个游戏哦。他两脚在跳，对，不想再跳，跳一跳，跳一跳，跳一跳。好，马上进行下一关，一二三，跳！对，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三关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好了，第三次就这样。好吧，演技担当，演技担当。Sorry， 但是眼神有点敷衍。太腻了，倦怠了，腻了，腻了。我跟你说，第三关是最重要，而且你才是高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像你跳那个啦啦队的时候，你是那个几个小时，大家都看看你疯狂拍照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拍什么丑照，哎，真的哇，很漂亮。再怎么松懈，再怎么狼狈，脸都要保持。对啊，还是永远笑笑。然后像我以前就很常被截图这种，就比如说在跳很帅的舞蹈歌这样，翻白眼呢、欸，我很丑哎、欸。我们懂，我们懂。考验他们。对，现在就是要考验他们在疯狂出力的情况下，哎、欸，但是还是要帅到底。所以到时候在小巨蛋上面就每一张出来都很帅，没错没错。来，你们三组分别要拍谁出来？一位要拍照，然后一位要爬上去。我拍出的是我们最强的温婷，哦，他是最爱自拍的男人。虽然他上去还要自拍，没错没错没错。没有，你要拉拍，你要拉拍，然后有三次机会，三次机会。哎，那个摄影师也蛮重要的。对啊，哎，有的人那也给我拍照，就是要会拍照。我会拍照呢，用广角，用广角，好。哎，他很在意，开始直视了，这样可以啊，可以。他就说不会，不会。现在没办法换团，真的没有办法换团员，组员，组员，差错了，换团员，讲错了，心里话，心里话，忘了，走妖精，讲了好多大实话。本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不可能，手眼协调得第一，就想要自己单飞。因为发现好多事情了，对啊，发现什么？因为刚还没有开录之前，他们就在说文婷，你是我们认识的文婷吗？还是其实你叫子婷？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赢，就他给我第一关赢得那么厉害。好啦，那你要加油，好，证明自己可以。OK， 好，来接下来第二组，我们派出那个山上的哦，你爬上去，好，还是要摆出帅帅的感觉，好像猴子一样。那你拍照有没有什么指示？没有，他蛮会拍的。OK OK， 来，你们的组嘞？我这个派的是那个新北的孩子。
新北的孩子，新北的孩子，他是被拍的，被拍的，不是吗？女明视角，女明视角。什么？这天选之子怎么拍都帅。对，不敢当，你还是拍背影。哎，酒还是比，居然还是比文婷帅。哇！比我帅，比我帅，比我帅。哇！我们不要冒犯任何人的粉丝，比我帅，比我帅，比我帅。不要被骂。对，我很怕被骂，因为粉丝好不容易多一点点，我们现在在这样讲。好了好了，开始来比赛了。来，第一组谁先？我们交手不好了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旁边。赢的先还是输的先？赢的先，赢的决定，赢的决定，赢的决定。好，好，石头布。哦，哎，他今天很旺哎，一二三选顺序，今天好旺哦。你想要哪一个？我三好了。好，最后先观察别人。石头布。哦，我第二个。立马当先，立马当先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来来来，加成组。好。可以透露一下，你们只有三张的机会，但我们评分的标准就是有巨星感哦。你不要在上面只是耍帅，你要想象你是站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，下面有好几万人，然后就很帅这样，帅到爆，后来个泰山的感觉。对，可是要注意安全哦，因为刚刚他们都有训练过。那你是要在那边拍还是？我在下面。哦，那小心哦。好，那你爬这边。没有想法吗？没有想法，又暂时没有想法，暂时没想法，你就算先爬。好，然后再看我那个。你要想象你就是在表演，对啊，这是一个表演。你在爬那个 World Top 的时候，对 World Top 的最后一句，很帅的感觉，这样。没问题，好，开始吧，没错。其他人要帮你唱一下 World Top 吗？要吗？还是你要干一点？你要干一点的，差不多位置，你觉得舒服了就回头看我就好了。好。因为不太舒服，他舒服，他找不太到舒服的点。好，这个好像帅不起来，真的好卡哦。你这样 OK 吗？左手放着，连临时角的加成都没办法吗？哦，哇，闭眼睛了，闭眼睛了，三张的机会而已哦，三张，三张，你要 Q 他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好，又看我的，看我的，沉醉在这个，哦帅，哦帅，哎，帮我调一下刘海，好好的，是。他的刘海有点盖住眼睛，对，我现在化妆，所以遮眼睛化妆师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帮我看看那边的，看那边。拍杂志感觉的那种，拍杂志感觉，眼神迷幻的那种。对，好，对，时尚感，时尚感。眼睛不能全给他放开的。好，脸放松。哦，可以，哇。哎，真的帅。好，请下来。刚刚的胶。要怎么下来？对，我刚有教，对，用正确的方式哦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找另一个站是这样子吗？分成两步骤了，应该是要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可能我没有做得很好。好，我们换下一组。会教吗？错，像下一位参赛，好，下一位参赛是子祥跟祖安，来。想好，我觉得这组有机会，因为祖安是连刘海都会很 care 的人，所以他应该拍得很好。而且刚刚讲说他很会拍照，大家是很公认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对 ，OK。帅气感，帅气感。哇哇哇塞哇塞！伸手摸到粉丝的帅气感。对啊 ，pose 叫做那个，哎，不可修图哦，不可修图。哈你是有主题的是吗，子祥？对。刚那个是套路滤镜，刚那个是伸手抓粉丝。哦，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？伸脚抓粉丝，把粉丝抓上来。咦？为什么？这是跳累了是不是？这样子腰有点酸，腰有点酸，跳累腰有点酸。哎，好了吗？还没，你要摆好，摆好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来个大胆的，来个大胆，小心哦，注意安全。还是要大胆的想法。你帮我来个糖葫芦吗？真好，不是真好。你想干嘛？你越来越上去了。哎，其实第三个拍很难的，因为 pose 都被前面用完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找那个腰力真的很难，腰力很好的。哦，我懂。哦。蜘蛛人，对，蜘蛛人，蜘蛛人的感觉好好看，这确定好看的，可以，已经爆出来，快点，摇滚歌手的感觉，摇滚歌手，好，这个好了，哦，哇，很帅，这个，哇，坐，
耶、yeah, ，下一组。哇，压力好大哦，压力很大。你看子祥刚刚那个，他刚刚第三个很厉害，对，超强的，他转正面。怎么拍照？子祥，你要拍吗？按中间那个，按中间那个白色的键就可以拍。有点担忧。对，我想要用这个镜头拍。只要你要选第三个，真的是流汗的。来啊，来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文婷，我觉得你要先帮他调好，因为他我先帮他调好是不是。不过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我 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哎、三张都加成拍，自拍自拍。不要了，来了，不要自拍的，你要有正常的，你要有正常的，不要被控制了。你快点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你他们很累了，快点。他们领先组现在内讧了。现在。然后给快快快！哎，两刀，两刀，两刀！哎，你大威！开始啊！你想好了吗？哎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先跑了。第一张，第一张上去 ，pose 摆出来。来，文婷应该是可以肢体非常有力，轻松摆出帅气 pose。小腿肌，来一个 pose 小腿肌。小腿肌，拍下去，拍。好了吗？有，冠军，有，有，哇，差不多了，好了好了，有，看我，一二三，干嘛干嘛了？你建议吗？不要吗？他臂力很强，劈腿的劈腿的，腿打开，哇塞，一嘛，哎呦去哪里？哎呦，我想一下。想一下，想一下那个点是什么？我想一下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什么？找感觉，好像还好哎。哇哇！那这个不给你一个特写不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请安全的下来。有一些丑照哎，上面有点幽默。对啊，不是偶像的照片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就是会是他们 IG 上面看到的，就不是吧？不太一样。现在呢，就是因为你们每一组都拍了三四张照片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让你们自己选你们想要出来参赛的照片，一张而已嘛。对，只能选一张。那我们先全部一起来看一次。好，还要去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嘉诚的第一张。哇，帅，帅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第二张。还是帅。有没有？大红在地上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经得起 run in 哎。还是很帅哎，帅，谢谢，好好哦，好想长这样，讲出心里的 OS， 这个 enjoy 吗？可以，唯一一张有点歪，但还有一张最经典的还没出来，他们要选的是那个最经典的，就是这个，他们会选这张，我喜欢这张，这是什么落水照？这张是有一个。意义在的，什么意义？什么？因为象征我们八月三号即将要攻蛋，对，所以我在那边摆的是一个小鸡蛋，一颗蛋的布，哦，破蛋的感觉，没错，一个新生的那个小鸟，那你们破蛋而出，没错，我就用这一招参赛，不会输吗？怎么我就 respect， 要吗？要吗？好，就这张，好，确定了，那他们选择一下爱心。好的艺术作品后面就要有一个有寓意。好，纸来了。哦，这是摸粉丝。哎呦，非常帅气。蜘蛛人。哇塞哇塞！你们这一组叫贼抢身材。他真的是性感教科书，好厉害哦。哎，这个 S 摆不出来。你要看那个细节，什么伸出来的。专业，好，下一组出来了。哎，这张很不错，很特别。下一张，哇，性感。这张也蛮帅，唯美，可以。太过正常，还有吗？不行，很美。这张怎么可以？哎，你们这张都来了。好，先回去让他们那组看要选哪一张。我要选哪一张？敢不敢用第二张？我就问，用第二张了啦，子祥。你说这张啊？对。那汽车先帮我删。这个，好，确定哦。帅气照，好，来最后一组。为什么笑他？没有，因为他如果两边都没有穿衣服，就是都有露出手臂就还 OK， 可是只有一边露出手臂，然后有点幽默感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重点，你今天的服装跟你的鞋子其实颜色其实一样。穿搭有加分，一整套，整体加分。下一张，哦，这张蛮帅的，这张蛮帅，肌肉线条也出来，插口袋，对，找零钱的蛮帅，找零钱，感觉很轻松，没错，
哦，好，这张也不错，这个好厉害哦。没有，我喜欢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还有一张，哎，还有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这个技巧是？就他了。哎，可是这张那个肌肉线条很帅，对，就是这张了。对啊，没想到你拍那么好。我们用这张来参赛，我吓到了。没错，就这张了，就这张，不错，这张好。可以放大头掌、欸、看哪一张是值得作为你们这一次演唱会的海报，就是我们海报那张，那小巨蛋外面有个大看板吗？就是这样，在一个群那边的群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投嘉诚，你好想看哦，好想看哦，因为他就真的像一颗蛋在那里，没错没错，他经过粉色墙，嗯，走错场了，好吧，那群群你来选一下，你选这一张，没有。很难选哎、欸，很难选哎、欸。那我要选子翔。耶、yeah! oh, ！我觉得是文婷。啊、huh? ？也是因为他有露出来，因为他大尺度的。对啊。不是啦。好，我回到我自己的初心，就是以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哦、oh. 欸。选不出来。嘉诚。耶、yeah! ！因为我也是双子座的，我就喜欢这种很。我也是双子座。Yeah!哦，你也是双子座的，但是我想还是选嘉诚。你当场受伤？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了。对，他受伤了，补拍完球了，补拍啊，爸爸，画画跟一样，一定要补拍。所以没有，因为我很想看到这一张，就是真的变成海报，被放在外面海报箱了。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投，但不能投给自己。对，你们不可以投给自己的那一组，但是可以投别人。来，你们这组先选，看你们要投谁。你选择，我会投嘉诚那一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 sense 的照片，这个还好，艺术感。这个很有 sense。好 ，OK， 好，很有想法，这个欣赏。我想投文婷，文婷，能问谁？不再给文婷吧。哦，哎，我给你们分数哎，但是你要那又怎样？他们的照片要吵架很难赢啊，就给他们点面子，赢的很容易赢，这么简单的。没有牺牲色相，没有，他们的照片是有付出劳力换来，也要盯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就要跟那个付出有关系。了解，好，帅气，帮你们。换你们，你们选谁？我选嘉诚。哦哟，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也是需要付出的。嗯，哪个部分？他付出了两段式的安全之道，以及他的家人去小巨蛋很期待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海报在上面，嗯，他是符合主题性的。我儿子，我儿子要好好长大。对，扩大的出场。哦，啊，其实是蛮接近的。我们现在分数算出来跟刚刚预想的不太一样，对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对，我们现在有两组评分是获胜的，然后有一组比较低分，即将就是要接受我们的攻顶的一个最后的挑战跟训练。来吧，面对现实，面对现实吧，请公布要接受挑战的是子翔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，没有通告，没有通告，通告就换去外面拍了。你后面的通告就是这个。他刚刚一直在旁边念，就是没有拍的时候，他也在旁边念。拜托不要，好不想拍。他是真的害怕，一直碎念，真心不想拍。对啊，没有粉丝就是要看这种啦，就是现在看有机会的话。哎，你今天挑战了很多事情，还有打开你的刘海。对啊。太多了，把他那个 GIF 图换成这个，开始是好，所以我们要恭喜这四位获胜啦，非常厉害，帅气的，就是已经达到我们的训练挑战，没错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转场，转场，那我再跳一下吧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换到下一个惩罚场地，一二三，跳！哇！真的不一样了，又更大了，好高。刚刚讲的最高的攀岩塔，没错，哎，只要登上去之后，小巨蛋也不用怕了，因为这个已经够害怕了。真的，这个超级已经够高了，超级震撼的。因为刚刚主办走出来之后，他就又走回去，然后又再走出来，又再走回去，就在这样来回十次吧。而且他的笑容一直变少啊，他现在很僵哎，你现在两边很僵，不会打东西吧？恐惧，就是他的恐惧出来，打在他的两颊上面。我不是你啊。我还想补一点层次啊，他家店越来越白了，对，太白了，太白。哎，这个高度是你平常可以挑战的吗？不行。你有挑战过类似的？我们之前团综的时候有类似高的东西，可是没有
爬出去的，是从上面下来，也很恐怖啊，也很恐怖。但你有挑战成功？有那时候啊，你可以的啦，那时候而已。那时候他后来休息了一年，对，那时候现在要重新再重。今天又隔了一年，对不对？那子祥嘞，这个高度你们害怕吗？小 case， 小 case。哦，好，那等一下你上去就来一段 war talk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没有，我上去的时候我想喊就是说，台北小吃让我们来了。哦，准备好，气势有气势，快蛋糕。好，那我们就子祥谁先？我先好，子祥先上好，怕他会耽误大家太久时间，耽误机体他不够用。可是你不觉得在旁边等很久会更害怕？因为我就是想看他这样的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办法救你，让他做好心理建设啊。我觉得其实先看一次比较不恐怖，知道大概会有什么状况，什么时候要停之类的。没错没错。好，子祥先上吧。好，加油加油，攻顶挑战，我准备好了，加油加油，来团员们给他一个加油欢呼吧，加油。OK 吧，哦，蛮快的，轻松哎，轻松啦。他感觉很享受这个事情。哎呦，打滑了，已经到第二格了，他要挑战到第四格。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好，好，踩稳哦，右脚抬高，哎，漂亮，加油，加油。其实你已经快到第三格了。还好，加油！已经第三格了。真的蛮可怕的，好高哦！天哪，不然你不会怕？还好，哇！再两步就到了，大概有三层楼高。哎，但不用超过那个白线吧？要到那个白线，但不用超过吧？这边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你碰一下上面那个红色叉叉。哦，上面有一个红色的。红色叉叉，慢慢下。红色。耶！台北小巨蛋，我来了！耶！我要下来喽！一二三，呜！好啊！好啊！哎嗨！害羞害羞！害羞害羞 ！OK！ 厉害！耶！轻轻松松，轻松啊！对啊，所以不可怕。不可怕，不可怕。是，那在上面大吼台北小巨蛋，好，耶！恭喜挑战成功，好玩吗？好玩，这是成功的范。但那个蛮需要臂力的，抓的那种，跟着协调那个协调，对，同时要往上，没错，蛮好玩。我们要开始前，你们要不要帮他加油？对啊。团长加油 ，OK 的啦 ，OK 的啦，好啊，不是，加油加油，可以啦，哎，这汉金，哎，他平常是激将法比较有用，还是鼓励说的？好像都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。他身为团长会严格吗？好啊，严格吗？他欺负你们吗？我都是我们欺负他，对，所以是好团长，对啊。加油！不要往下看，慢慢来。对，往上看。看我了，不要叫我上看就好。往下看一下。来打方向灯了。来，左右摆头，注意左来车。已经来到他害怕的位置。对，哇，超过第二个。对。好哟，想象一下现在小巨蛋帅气的感觉。漂亮。现在谁叫我都不会回头。哎，你这节目需求需要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！跟上我靠，左脚，加油！我不要，我不能看到下面了。不能看到下面。那你闭眼睛，你看到了吗？漂亮，再来。还有几格啊？他速度开始变很慢了。对，因为他只要要走踩的，他就会看下面。他不想，已经进入了恐惧的点了。快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加油，加油！踩一格就到了，可以的。红色的叉叉，快要摸到，快到了。好漂亮，好，队长上去，步伐麻烦大一点，谢谢。有了，再比，快了，再一格就好了。好，碰，在哪里啊？这个，耶！一句胜利宣言。收票资讯，啥要喊什么？收票资讯啊！收票资讯。你先讲，宣传一下。
八月三号，八月三号小巨蛋，台北小巨蛋，欧总我操演唱会，在宽宏售票，可以开始买票。好，开始，最后不再办。二年几月几号的？小心，啊。哦哟，嘴唇都白了，恭喜你，要打个马赛克哈，恭喜挑战成功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刚刚去那个擦汗的时候，觉得说，哇，你是真的啊，你是真的，真的怕，真的，他脸，你现在脸还是超白的，他苍白的，那个嘴唇也是，爆了汗，流超多汗水。可是我觉得今天跟你们在一起玩游戏，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。对啊，因为如果是感情不好，才是啊加油哦加油，他们是真的，自己下面去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握手啊，这感情好，我跟你讲。但是今年呢，真的是你们大事情，就是八月三号要来挑战小巨蛋。没错，要宣传一下。没问题，噔噔噔噔，来帮我宣传一下，我拿着板子，漂亮。哎呦，真是不错啊！那我八月三号我们的欧总 World Cup 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呢，其实也剩一个月左右了。没错，对。那其实今天来这边挑战这些攀岩的东西，就是来克服这些，不管是高度或者是心理的建设，我们都一再的在克服。那也感谢今天的大家以及哥哥姐姐们带我们来闯关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八月三号看我们的表演。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最完美的演出。那我们怎么买票呢？我们在矿物售票就可以购买我们的票，然后价格有4280、3280、3280、2880、2480、1880都有，好不好？第一次红，因为他今天已经挑战了，太难了，松一口气。第一次听到有人宣传讲价，真的，我也是，全部念出来，好神奇啊！来，他要讲回本，因为他今天我做了这件事情，不买票是。怎样？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很生气。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期待耶，因为他们又有一些新的歌曲，然后又有新的组合。没错。那我们有问题，想请问哥哥姐姐们会认购几张呢？认购。哇！来，圈圈先。在球赛。因为我是代班主持人，应该是 Kid 吧。Kid 都会去。有啊，他上次有答应我。对啊，那我们当然要认购一下，当天就好去支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然后希望所有的观众，没关系，就客套话讲一讲，等下就都不走了。没有，我会支持的。我们真的支持一下。那我们下礼拜见。没错，拜拜。不雅的唱片，不雅的唱片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